百万 YouTuber 九妹于2019年下定决心瘦身，透过运动饮食管控，在短短三个月内就甩肉12公斤。不过后来她又复胖，最近则再次瘦身成功。从她近期到东京旅游拍摄照片可以发现，她原本明显的凸度变得平坦许多，圆圆的脸也出现棱角，模样看起来相当帅气，吸引大批网友点赞。九妹随后晒出了以自己的体重为主题的梗图，标题则写道：“当你好不容易养胖的儿子又变瘦了。”图中可以看见妈妈在2018年以及2022年看到九妹变胖时露出的灿烂笑容，以及2020年、2023年看到儿子暴瘦后担忧的表情，网友们纷纷笑称是时候胖回来了，支持妈妈的想法。也有人调侃他不需要整形，瘦下来就变帅很多了呢。